OK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周。今天晚上礼拜四的晚上，来到萍乡这边，这边是一个示范的一个示范街。基本上呢，这边的人还 OK。好，那等一下带各位逛看看里面，看这个地方呢，让各位了解一下。萍乡其实晚上要去的地方并不多，在萍乡市区呢，基本上我们可以到这边，萍乡市食品安全示范街。那来到这边呢，一直到这边呢，你会看到这边是属于有点像夜市的形态。不过今天是礼拜四，基本上人不是很多。那等一下就跟着我一起走到里面去。好的，来到萍乡的夜市，第一次到这里，接下来带各位去逛，跟着我的脚步往前走。古色古香，这附近有一间大学，整个看过去就是这样。哇，这边的风吹得徐徐的，蛮舒服的，很热闹，很多人坐在这边，吹着河边的淡淡的风吹过来。这最佳男主角不是我，我的侄子。25度，他们的街头艺人就这样直接唱。跟着镜头走，这里更热闹。好，跟着镜头走。那差不多。这边有个投屏的大荧幕。写了简体字，看不到。我要走，我要自由。你他妈离开这儿你就自由了啊！结果是放电影。走啊！耶、yeah ！走啊！我们不都是被骗过来的吗？啊！现在在这骗别人。走啊！在这一直骗别人有什么意义呢？走啊！好的。往里面走，今天是礼拜四，礼拜四的晚上就一般，没什么人。这个都是萍乡方言，你看，这个都是萍乡方言。哦，你还蛮客气。来，小刘讲一下。哎，你，第一个哪里？哎，这个就是那个名言。几个人挤？哎，不得阿里，不得合理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后面有车子。本地荒野，什么菜？就是那个本地土野果。我知道一些野果。哎，土地野果，本地的。同样的，大妈在这边跳大妈舞。都是我们萍乡特产，有小酥糕啊，野果子啊，那个小，你看那个瓜子啊，那个烤果啊什么的都有，那个土特产，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酱啊，辣椒酱什么酱，土蜂蜜都有。我看到了，刚刚喝了一点啤酒，想厕所。OK。哎呀！
这就是所谓台湾所谓的蜜饯，在大陆萍乡这边也是都有人在卖。那卖的我不知道所标价的是一斤还是一两，我们在台湾是标两，哦，它是标一斤，价格并不贵，都是一些干果类的。大妈舞，无孔不入，还好他们的音量不是开很大。高坑绿豆溪，哎，台湾高坑是在金门的，是牛肉干，不一样。这边有长沙臭豆腐。这个安源谈话，听说是网红。休息啦。这两个是我的侄子。人大概就在这边看电影，大型的投影店。买个帽，买个帽，给你两个。好的，这是我们萍乡的亲戚，基本上在这边呢，由他们这两个侄子，这我哥，然后我们在这边等一下就逛一逛。这是阿周到萍乡第一次晚上出来，一般我到萍乡呢，基本上晚上都是在亲戚的家里休息。好啦，这是让我觉得还不错的，每次到内地来玩必定会看到这些字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同时间呢，这四湾区呢，它这边有播放电影，给民众啊自由的观赏电影。我们看一下一小段，这是国家级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地，好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南镇街 ，Baby Hi， 走在这个街上呢，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往前走，我往前逛。全长多长？两公里。你不要骗我了，两公里。一公里差不多，说一公里。你们到了那边，到了那个镇。莲花雪鸭。这是萍乡的地方特色菜。它长得什么样子？就是雪鸭嘛。就是、雪鸭。就鸭子炒成菜嘛。哦，还不错，它还有电梯上下。它土生土长的麻鸭，然后就是六个月的，生长期。你再说一次。哦，这它就是土生土长的麻鸭，那个萍乡雪，但它长在，它就是生长在放养的在河里面啊，然后那个吃那个都是那个谷物杂粮，然后不是吃那个饲料的，然后都是那个正宗的那个。放血鸭。都是。小鸭子啊，小鸭子，对 ，OK， 鸭子半斤以上的啊，就是鸭子，哎，太多这个单位，录的精彩还可以的哦，人家你回去解决一下多好吧啊。闲言天亮言，超多福利，小程序等着你。感觉上好像有点降温，不是那么的热，那么热。过两天就降温了。看到这些铜像。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铜像一个景。可以叫，可不可以叫啊？不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。这个是炸油的，是炸油的。不过小朋友爬上去倒是挺危险的。啊，摔一跤没不得了。哎呀，手才猛的，我。为什么家长没有制止呢？
里有个阿武小剧场，是不是那个最热闹的地方？然后都是都喜欢去那里，他那有表演节目。哪边？这边，就这边走，这边走，这边走。没有啦。先过去嘛，不过去肯定没有啊，那转过去啊，阿武小剧场啊。我边上，是，我边上，我拍一下他们。可以。踢毽子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. Nine 就掉了。Nine 就掉了，很 nice。小亮，不要那么糗好不好？大家 好，我来自台湾，打个招呼。台湾的话，对，我在大陆，我在大陆有八万多个粉丝。好好，欢迎你到萍乡来。欢迎你好，亮亮欢迎。欢迎欢迎。谢谢，你们继续玩吧。支持国民党，支持。你说了，你说了，这我的家人呢、欸？你说了，太敏感了吧？这个敏感话题不能说。这是我们平常来打活动，在这里表演节目，萍乡码头阿武茶馆。OK， 我身后面的是萍乡，他们夜间比较喜欢来的一个网红的地方叫阿武剧场，就在后头这里。阿武茶馆，还有个阿武剧场。有机会晚上到萍乡的话，可以到这边走走，进去品个茶，看他的表演。啊，因为我时间上比较紧迫，那我们就继续逛下去了。草根文化，很高兴我们在这个美好的时光，在今天晚上我们的演出，我们的伴随你是一个开心的愉快，哎，这个我还有哪个？待会儿我们在现场有最多好朋友出来，我们现场有可以看到身后面那边就是非常多的人 ，OK。好的，以上影片是阿周在萍乡南镇街夜市所拍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同时订阅关注我，下次影片见。